是我要宣告，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耶和华是我心。主耶稣，您求祷告。Amen。
续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还有几分钟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聚会，预备我们的心。神说我们要大大的，我们若大大的张口，他就充满我们。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同心合意，主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应许我们说，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现在欢迎你圣灵来到，你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今天早上要再次敞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大大的来敬拜你。Amen。 我们首先恳求主，你用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，主、啊、用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主，我们靠着你的宝血，主啊，你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Amen。 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救赎了我们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为无罪无瑕疵的，你愿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我们要在敬拜中来遇见你。主，我们要在敬拜中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爱，将我们的感谢，将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全人都来归给你。愿你得荣耀，愿你的心，愿你的心得着喜悦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，愿弟兄姊妹得着再一次得着主的充满，得着主的生命，主的喜乐，主的膏抹。主啊，我们赞美，让我们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出基督。主啊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能更多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求你把那个舍命的爱，把你自己那个舍己的爱，把你自己舍己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赞美不只是祝福的生命。主啊，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要主你的祝福，我们更要效法主你的死，好叫我们可以得着主你的复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你，今天把更深渴慕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渴慕效法跟随主你的脚中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求你吸引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，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赞美你，释放那些主啊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，如果他有什么捆绑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缠累他，求主你来断开那一切的捆绑和缠累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可以快跑，我们的脚都可以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你配得赞美，你配得敬拜，你配得荣耀尊贵和颂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住在以色列的赞美当中的，你是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。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你的宝座，你的居所就设立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借着你的宝血进入你的同在里面，我们要来瞻仰你的荣美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。哦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赞美你，凡仰望你的，主啊，他们都要得到你的荣光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凡寻求你的，无论大小，主你都要祝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祝福在这里每一个来寻求你的弟兄姊妹，大大的充满他们，用你的喜乐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赞美你，用你的喜乐的油来膏抹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。
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我们从此放，我们从此放，举起赞美。用真的方言歌颂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来赞美我们的弟兄们，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我们颂赞。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我们颂赞。我们从四方聚集，我们从四方聚集赞美，用真的方言称颂。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。他配得，他配得我们颂赞。我们从四方聚集，我们从四方聚集赞美，用各地方言称颂。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。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。我们从四方聚集，我们从四方聚集赞美。用真的方言称颂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来赞美我们的王，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我们他配得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配得我们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他配得，配得我们，他配得。他配得，嘿，他配得，他配得我们颂赞。哈利路亚，因他配得我们颂赞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是你全然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你全然配得我们的爱戴，一切的尊崇、一切赞美、一切掌声都要归给你。主啊，是当我们赞美你，成为我们要成为你的宝座。主啊，是当琴弹起来的时候，你圣灵要沛然降临。耶和华，你喜乐的灵现在来充满我们。耶和华喜乐灵，耶和华喜乐灵，现在来充满我，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心情受挫。耶和华喜乐灵，耶和华喜乐灵，现在来充满我，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心情是否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向他微飘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个我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喜乐灵，耶和华喜乐灵，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心情受耶和华喜乐灵，耶和华喜乐灵，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心情受苦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向他微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，你要爱我来赞美喜乐有，再次呼求耶和华喜乐灵来充满我，耶和华喜乐灵，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
不要心起诉头来赞美，来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唱情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心的有力让赞美旋律充满在我心，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唱情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口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再次耶和华喜乐灵，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赞美，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哈利路亚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心情是否来赞美，赞美的旋律，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唱情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口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唱情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我的心我的灵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我的心我的灵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个抹在我身上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让赞美的旋律成为你的祷告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个我的心我的灵，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个抹在，喜乐有一个抹在我身上，喜乐有抹在我身上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喜乐有高抹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这样的喜乐，这样能够敬拜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有人有口有嘴有舌，却不能唱。有人有口有嘴有舌，他们却不能发声赞美，但是有人没有口想要唱，想要赞美却无法赞美。主啊，因此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使我们有口又有嘴又能够发声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不让石头取代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使我们要全心来敬拜你。
我们全心来侍奉你。主啊，哪怕我们是在那疲汗那干旱疲乏之中，哪怕我们是在极大的苦楚或者在困境或者在苦难当中，主啊，哪怕我们是在黑云在幽谷里面，我们都要来全心敬拜你。阿门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来全心投靠你。主啊，我要全心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。我要全心敬拜你，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大海的房子里，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大海的房子里，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。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，我要求告当赞美你耶和华，我的力量我爱你，我要求告当赞美你耶和华，我的力量我爱你。主啊，我要全心。主啊，我们要全心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怜悯儿女们的软弱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困境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听我们在困境当中向你所发的赞美，向你所发的敬拜。主啊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心，不受这世界的残忍。受着世界的辖制，我们要脱去那些缠连我们的心思，那些缠连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你，盼望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盼望你怜悯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我要全心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在困境当中的呼求。向你献上的敬拜赞美，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在干旱的房，我要求告那当赞美耶和华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我的力量我爱你，我要求告。我要求高等赞美的耶
有高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我要宣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我的力量我爱你，我要宣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我的力量我爱你，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机会，我要全心的来敬拜你，我要敞开我的心来敬拜你。主，我要今天早上我要来摸着你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想到那个在经上那个患血漏的妇人，十二年血漏的妇人，她伸出信心的手来摸你，她就得着医治，就有能力从你身上出来医治她。主啊，那些无心、那些拥挤耶稣的人，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，但是那个伸出信心的手的妇人，她得着医治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我要伸出信心的手来摸你，我要用着全心来敬拜你，我要像那个妇人所说的，我摸着她的衣裳穗子我就得着医治。主啊，今天我要摸着你的衣裳穗子，我的身心灵就要得着医治。哦，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我知道你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照着你所说的话，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我们要你，我们要你。今天早上求你开我们的心眼，我们要来看见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看见主，你是我们的亮光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们的宝贝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开我的心眼，让我看见你已经把这个属天的宝贝赐给我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帮助我能够全心的来寻求你，全心的来敬拜你，全心的来爱你。主啊，就是可以一生一世来寻求你的面，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，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来寻求你的面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用这首歌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主来祷告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谁能有一件事？有一件事。
片中瞻仰。
一点钟寻找他的面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他的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使我们能够来到一起聚到这个教会，使我们能够都在主的殿中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主加给我们，加给我们信心。阿门。我们要一生一世的都来跟随他。阿门。唯有他是我们的亮光，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要凡事信靠他。有主在，我们还惧怕谁呢？阿门。感谢主耶稣，也使他能够为我们牺牲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在此奉靠主耶稣的名求祷告。阿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感谢你。主，这首诗歌是我们的祷告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主，是的。要向你呼求，要向你祷告，就是这一件事。我曾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来瞻仰你的荣美。主，我赞美，一生一世要寻求，要来到你的殿中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赞美，我赞美你，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的荣光发出来，照亮我的黑暗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在你脸上的光荣照亮我的生命，驱除一切的黑暗，驱除一切的惧怕。主啊，是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主啊，是的。主啊，你脸光照着我，你的荣美，你的脸光照着我。主啊，我赞美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要一生一世啊瞻仰你的荣美。主啊，一生一世要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在你的面光中行走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。求你引导我，每时每刻，一生一世，每天每时每刻，我都能够住在你的殿中，与你同行，敬拜你，瞻仰你的荣美，寻求你的面，寻求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我知道我不能，但是主你可以，你的圣灵要帮助我成为我的力量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你要成为我的力量，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力量。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要再来求告你，再来寻求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力量，你要使软弱的变刚强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要使灰心沮丧的再次得到坚固，得着鼓励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寻求你绝不是突然的，每一次我寻求你，你就鼓励我；每一次我寻求你，你就帮助我站起来，跟随你，继续的来跟随你。哦，主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把圣灵的力量赐给我。主啊，我要一直来跟随你。一生一世都来跟随你，虽然我不能，可是你会做我的力量，你会鼓励我，你会成为我得胜的力量。我赞美你，我谢谢你。哦，主，我赞美，一生一世我要住在你的殿中，来瞻仰你，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我赞美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在这个时候来为弟兄姊妹来祷告。主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在我们当中
主啊，如果他们心灵软弱的，主啊，被捆绑的，被忧伤、被忧虑来捆绑的，或是被疾病来捆绑的，求主你来释放他们。主，你的宝血涂抹遮盖他们。哈利路亚，你的宝血有全能，你的宝血能够医治，能够释放我们。主啊，释放在这里受捆绑的，在这里心灵被捆绑、身体被疾病或是被忧伤所捆绑的，主，你要来释放，你要来医治。主啊，叫我们的身心灵得以自由，我们可以享受做神儿女的荣。荣耀的自由，我们可以来敬拜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我们可以来歌唱，来赞美，来侍奉你，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，赞美，求你用喜乐的油来医治我们，来高抹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喜乐油来运行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爱的恩膏来医治，来运行。主，我赞美你在这里，主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我要摸着你，你要医治我们，主啊，我赞美你医治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伤痛，所有的软弱，所有的疾病，哈利路亚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得胜，我夸你的得胜在我们身上，夸你的得胜在我们圣高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在圣高教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主要赞美你，每个个都是在主里面能够刚强的，哦，主，赞美，因为你坚固我们，使我们刚强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要将荣耀感谢归给你，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等一下亲近主你的时间，你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你使我们可以聆听你的声音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因为你的声音，因神儿子的声音，我就活了，主啊，我赞美神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，啊，主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打开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聆听你的声音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。